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这个数列的第一小题第320项是多少？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的话把它分组了，第一组一个，第二组呢都是二有两个，第三组都是三有三个，以此类推了。那么假设呢，到达第 n 组都是呢整组的，那这样的话有几个呢？就是一加二加三，一直多少？加到 n。这个第 n 组的话它有 n 个，然后呢，这个它要小于多少？小于320啊。它可能还会多出来，多出来不成一组的，小于320。那我们先来看看这样的最大 n 是多少？那我把它加起来的话，这是二分之 n，n 加一嘛。这个是小于320。好，那我给它整理一下的话就是 n 平方加 n， 那乘过去的话是640，减掉640这个是小于零，所以这个 n 的话它是小多少呢？ 2a 分之负 b， 负一加上根号 b 平方减 4ac 加上4乘以多少呢？640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你可以呢给它开方了。这个呢是多少？这个的话是这个四乘以640，加一这是2561啊。这个2561你可以用那个开平方的方法，2561用开平方方法开。那我们为了这个方便我们就直接按计算机了。2561的话的 0.5 次方，这 50.60 所以呢这是二分之50.6 就负一加50.6，那你给它减一等于再除以多少呢？除以二等于24.824.8，所以n 它是小于等于呢24，因为前面24组是整组的，那你还要把这个呢带回去，就前面24组的和呢是多少这个多少呢？24带进去就是24乘以25除以2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300。这个是300，也就是说这个什么呢？总共有300项，那这个 n 的话是多少呢？总共有300项，那300项的话20项嘛，再接下来那20项的话是多少是等于25，第320项，下面的下面的那些的话这个是25，25，所以呢这个是等于25了，就是说一有一项嘛，二有二项，三有三项，一直加多少？加到24，这样呢全部加起来的话呢总共300项而已，所以在接下来的话有25项呢是25的，那320项的话就是在后面那25项里面的第20项，所以呢这个是25，所以下面那一组每一个数都是25了，所以呢第一小题答案是25。好，再我们看呢第二小题，第二小题他要问什么呢？问说这个利用什么呢？利用这个一的平方加二的平方一直加加到呢 n 的平方这个有个公式这个公式就是六分之一n 加一，二 n 加一用这个公式的话求出前320项的和。好，那前24组它的和是多少呢？这个S 就前24组的和就带24，
六分之二十四乘以二十五，那乘以多少呢？二 n 加一，这个是二十四嘛哈，这四十八加一四十九了，这样子，啊加多少呢？加第二十五组，第二十五组的话只有什么？只有二十个哦，因为这里已经三百个嘛，所以剩下二十个的话是二十五，所以二十五哈乘以呢二十个了，好，那这样就算出来了，六四二十四，这是49400的啊。那加多少呢？加这个500吧，500好，500，对吧，500哈，所以应该是5400啊，应该是5400，所以第二小题的话答案是5400。